大家好，今年是世界地球日50周年。多年以来，这个节日一直来提醒我们改善地球现况的迫切性。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一起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共同方向。台湾有非常多的社会创新组织也都在推动永续发展。今年地球日，好事交易所 Good Point Exchange 这个团队就推出了许多的创新方案。在政府的辅导底下，好事交易所正在转型成为社会企业。他们把当代的环保思维用多元数位的方式来呈现，例如像即时观测远端的绿能标的物，或者用 AR 扩增实境的方法，在手机荧幕就可以看到森林成长的样貌。这些都是透过科技来辅助强化我们现代智人持续投入永续发展的做法。另外，好事交易所也以绿能为主轴推出了三大众筹计划，这些都是借由网络的无远弗届来连接关注永续议题的民众和企业，来导入世界上各地的永续资源，开放民众参与。这样不仅让大家都能够更了解这件事情，更让改善地球现况的每一件事都变成更好的循环。好事交易所让我看到，只要怀抱着永续的精神开始做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促成改变，让未来每一年的地球日都有独一无二的庆祝方式。在此预祝计划一切顺利，加油。